什么会让你变得充实？一本书，也可能是一餐饭。我们不是超人，所以常常需要一些东西来填饱自己。什么让你变得充实？是思想高地和人间烟火。这是小峰书屋的17家书店之一，开在西湖边上的中国丝绸博物馆，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。书店坐落于池塘边上，为周边绿树所掩映，靠水的连廊宛如顺滑的丝绸在池水之上铺展。有别于其他分店，这间小峰书屋以丝绸为主题，步入书店可以发现书籍全部是丝绸类专题图书。书屋用1/3的面积来展示各类手工艺和文创产品，从杭州竹编到新派丝巾，从传统木雕到创意包袋，灵感都来自于朱雨芳。五星出东方，立中国，立中国，立中国，牛吧。这个多少年前的织物，像西汉织锦多少年，千年的织锦，上面都已经老早把五星和 中国给早早的定义了啊。你把这个展览啊，你就放在书店的一个空间里面，然后让他们来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参与这样的填色。其实像这样的图案做填色很美的，你好好理一理，每次来都要有点收获啊。好，咱们开会去。朱雨芳每天工作就是穿梭在不同的分店。在他经营书店的25年里，民营的实体书店正遭受了电子书、网络书店的冲击，率先将文创产品与书店结合，开设一家家主题书店。朱雨芳一直摸索着实体书店的转型之路。每周一次的例会，除了创新的议题，每个分店的员工也会分享各自书店的内容。真是这一点的，这一点、现在这个平台每天面对的老老少少都有，有穿着白大褂的，也有今天就到医院里要来请医生救命的，就各种阶段、各种年龄层、各种社会环境的人都有。所以他那里有一个很好玩，他有一本非常好的留言本，已经第三本。那留言本里全部是你说病人在医院里的一些人的所思所想。书店变成了职业人士宣泄情感的地方。老师给我推荐一本书叫《绘本之力》，早上我还在看，它里面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就是也是场景也在医院里面，就是医生啊、就是一家人，他们家有个孩子就是快要离开世界了，对。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是怎么让这个家人这个舒缓过来呢，他就是去拿了一本绘本，这绘本里面描述的就是在绘本里面的小动物嘛，小动物也会离开这个人世，那通过这样的绘本的方式，这个现场的情绪就舒缓过来了，就书在这个里面其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是的，很多人的心理障碍就是最后一片树叶，其实就是有这一片树叶和没有这一片树叶心情就相差很大，是吧？就好像他们说病房外面的这一片树叶一样，你这片树叶不掉，他的心态就永远有这个生机。是的，就是我们其实在那里面其实种下了一片生机啊，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。真真这个一直维护得很好，把那个留言本维护得很好，我就觉得是我们很宝贵的一份财富啊。书店就快变成集邮杂货铺了，然后你就是那个老爷爷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只可能就是浪氏老爷爷的那个对传人。
人头攒动的浙大医院里，这家100平米的书店，20000册图书按照种类置身于不同的角落。在这里，并没有放置过多的文创产品，一切都围绕着书，更纯粹的和阅读有关，用书籍给读者送上一份抚慰心灵的力量。这家开在医院的书店，也被称为治愈系书店。现在的话，我就是把从仓库里的新书，然后把它入库，入完库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销售了。王真真，27岁，小枫书屋浙一分店的员工，这是他在浙一分店工作的3年。这个我已经看完了，对，比较那个一点。这个正能量一点。我刚刚看完这一本，这一本。贾平凹的，我对贾平凹的。这文字来说呢，是贾平凹的比他比余华更深一点，感觉。新书，你看，就是新书，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和心灵治愈的，我们怎么把它穿插在一起，做一个女性的题材呢，还是什么？茶器、茶道和花道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加放进去，放在这个主题里。你看，欣赏一下茶器的这个美，虽然不一定看得懂，对吧？这个铁壶，这个是汝窑。不管生活多忙碌，或者说病人他们身体上或者患者心情多浮躁，你能坐下来喝一个茶，坐下来欣赏一朵花，我觉得就很开心啊！你看了这个东西，你可能心情就放松了。是的呀。你看我们那个。我摘过来的灌木随便擦一下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了，为什么人家每次都说这个很好看，但是我就跟他们说，你因为你没有发现美的眼睛。就是说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下，你可以喝到茶，你可以欣赏一朵花，其实哪怕1秒钟2秒钟，你也可以让你自己放心放松。是的，所以我们给他们提供的这一类的书，我觉得你可以在小说中看看别人的人生，你也可以说我要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去，就是说生活让我自己变得更简单更轻松。这个本好像没有。这本是没有。静下心来写写字，喝喝茶，聊聊天，赏赏花，然后聊聊天。对，然后像我的话，最近的话我在看一本书，叫做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，它里面的话其实就讲出了樊锦诗在历经磨难，但是他心中还是有一个想要保护敦煌的心，所以呢他一直坚守在岗位，坚守了将近一辈子的时间。是，所以我就想说像医护人员一样子的，他也是一个很苦的职业嘛。是的，然后他也有时候也会有气馁的时候，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不断的去前行，感觉到就是他们需要有一种力量，然后让他推动他们去不断的去努力，不断的去前行。这些书我们就记录一下，到时候把这一些书按照主题的方式放在这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好。治愈的良方除了在书店，还有可能在菜市场，只是一头通向天堂，一头走向人间烟火。白的笋就在这里，一天一采，不吃，一吃忘不掉，全世界最好的笋。郑州的金华本地货的金华兰溪呢，自产自销。这个货的一般烧老要它新鲜，正常比较好。老虎贵来一条啊！今天倒有老虎贵，老虎贵很难得有的。魔鬼玉，做花玉。不同于老菜市场混乱的分区，凤起路菜市场每块区域划分的十分明晰，蔬菜区、水产区。畜肉区等，只看一眼，你就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食材。差不多。哎呀，这么早就来买菜啦？比我妈妈还早了。我今天睡过头了，来得迟了。稍微一点好了哦。就这样扎一下。
今朝个荠菜倒有点嫩的，就是大了一点。王爱平与丈夫两人经营着15平方的摊位。今天菜的品种啊有60多个品种。王爱平的摊位很整洁，不同种类的果蔬分门别类的装在不同的小塑料筐之中，便于大家挑选。其他要不要嘞？前面是吗？就算你了，那贵点，多少斤了？34斤。44岁的王大姐短发戴眼镜，做起事情风风火火。摊位前面摆满了春日的各类蔬菜，看一下，新鲜可人。这个是我推出的单身套餐，为了方便那些单身人买菜啊，他们量比较少，那么我就给他们配好。单身蔬菜，35元一份，各种的搭配，食材分量差不多刚够一个人吃一天。这可不是突发奇想，王爱平有着自己的感受。今天微信上面他们有些人订，我就给他们配好，待会他们自己来拿。这些食材都给他们挑得好一点。花菜来一个，少一点点，中鸡蛋，这一份就是配好的单身套餐，大概是11-12块钱左右一份，反正他一个人嘛，一天的量。他们不会搭菜嘛，我就给他们配一下，这样两个可以组合搭配炒一下嘛。你切胡萝卜切片炒花菜，生菜也可以，那个蒜泥弄的炒炒，西红柿套餐里啊，西红柿必备的，西红柿放汤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辣椒嘛可以炒那个土豆丝，也可以切片炒。民以食为天嘛，我们一日三餐都是要自己动手做来吃嘛，才有对生活啊什么都有意义的。但现在呢，像我大女儿尤其放假的时候在家里老是点外卖吃，我觉得这样的习惯对她以后也都是不好的，也包括一些现在的一些小年轻啊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少逛菜市场，那他们说一个人啊做菜不方便，就是买的量少，那些老板啊不愿意，知道吗？后来我就想，单身套餐嘛，你买多买少啊，我都给你弄。这个菜单你可以回家拿回家看一下。我希望呢，有更多的年轻人啊，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啊，能够逛逛菜市场，挑点买点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动手做嘛。好的，大哥2块钱。9点。市场里迎来了人流高峰期，顾客们在摊位上挑选各自需要的新鲜食材。今天要吃什么？来一个鸡胸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季节马上就要下去的嘞。下面5块5，重给我一瓶。哦，那这个给你啊，不是梅干菜，是很好的。30块5，30块钱，多少钱呢？套餐推荐的目标人群是年轻人，可来购买的却是中老年人。你们是年轻人的套餐，有没有适合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套餐？有的呀，都说是要控制三高嘛，吃蔬菜的比较多。嗯，那么我就推荐老年人吃的比较那个，搭配老年人喜欢吃的，有些嘛年纪大嘛牙齿不好，就给他们配一点松软一点的。多少啊？2块7，2块5毛。啊，好的。来，小葱送给你。啊，谢谢。炒土豆。啊，这个菜场大概有30多年了，我刚刚退休了，我也每天到这里来报道啊。反正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啊，我们就是很需要这里的。哎，创意蛮好的，年轻人很好的，年轻人下班的时候的匆匆忙忙啊，这里的菜呢还是少而精啦。啊，品种很多的，但是量很少的。那么你挑一个呢，一个青椒，一个胡萝卜就可以炒个菜了，是不是？到菜场来，这个人我好像生机勃勃一样的啊！你看看我几岁啊？啊，我60岁了。来到这里来很开心啊。在大伯大妈的眼里，菜市场像是一个笔记本。它记录着生活中的柴米油盐，甚至承载着几代人的脚步。
这个29.3，29块好了。那个九爷，哎，瞧。好的，我先问你一下啊，这个艾草你说要吃一年的话，你要怎么保存的嘞？这个啊，老可种老可种，这种都就吃个嫩头了。基本上也这个根的了。我是一般法，就是糖水往那个米粉里，那么一道儿生，搅在一起了，在一起。是的，这就是功夫啊，下功夫的，的确是。平时买的少，今天多买一点。今天孙子儿子要来吃饭，辛苦他们吃饭嘛，多买一点。都说北方人粗犷豪迈，南方人细致婉约，这在菜场风情上最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给你挑几个吧，三个够了哦。这个很嫩的，这个够不够？18.4，你给我18块钱好了，小葱送给你啊。哦，好的。咱妈没有给你啊，5块7，你给我6块钱好了，就是送这样的葱，那像进货的价格都要7-8块钱一斤，这葱都是基本上都是送完的，这也是一种服务嘛。这个8块，豆腐干弄呢？我买5块，5块钱，好的。现在嘛，为了节约嘛，有些人菜买的比较少，像这个绿豆芽，他们卖5毛钱的，我也卖的。因为现在大家都提倡节约粮食嘛，现在蔬菜啊都是少量的，都是夫妻俩蔬菜生意30年，从摆地摊开始，告别了露天流动卖菜的时代，菜市场就好像另外一个家。我乐么也乐死了，就这个没的，拿去好了，拿去 啊，好吧，试试，我明天早点来。老李，上海的那个今天没订单，他没昨天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菜寄过去，没有肉，这口好，这样大小够了吧？这口吧，总算忙好了，可以吃饭了，菜都凉着嘞。今天的汤还不错吧？已经是1点，王爱平夫妻俩才吃中饭。没办法，小鱼有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吧？你这么稍微大点了，到现在反正管他不了。他可能而且会吃外卖的，也是老是点外卖吃的。现在看他人啊，好像已经有130多斤了。有的是有。今天的套餐，单身套餐，下午还要送2单。下午还去送单？我休息的时间也不长的。哎呀，吃的少了，吃饱了。吃饱了，你要去先睡一会儿了。我趁中午空的时候啊，看一下英语书。我小孩子在读5年级，有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让他们读英语啊什么的，跟着手机上面读嘛，他手机拿去了。我们大人没看见，他就在玩别的东西的了。然后嘛，回去也可以辅导他一下，趁中午啊空闲的时间也学一下。3年了，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每天都必须读的，不读的话要忘记的。Hello, Miss White, look at my picture. 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, Mike? Winter. I like snow. Yes, it's very beautiful. What is it?Yes, it's really beautiful. What is it? The 4 seasons. Today, we'll draw the seasons. 我老公啊，要去进点货嘛，早上起得很早的，中午的时候他
睡着了嘛，我就手机上面稍微看一会儿，有时候读英语啊，我就声音轻一点。读书也许不仅仅只会出现在书店，在人潮涌动的市场里，从忙碌的摊贩到成为一个安静的读者，王爱萍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。